你真的太有趣。你说倒水的时候有那个纹路吗？你在录影吗？哈哈哈哈哈。然后我就是有提，就是像那一台机啊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。就看你那回路。然后我就是直接就是吧。说它有一个时间会是同一个颜色，对，所以它那个时间是多长？就是缓慢的在变。比如说我刚刚是倒红色嘛，我现在在撸是这个颜色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撸就是变绿色。那还蛮快的、啊。对，还蛮快的、啊。哦，我以为是它是这种渐变的，那还蛮快的。所以你一直画。